Melody 有一个饮料叫做 Mommy's Juice。Mommy Juice is very important。OK。你一定知道 I love Mommy Juice。妈妈的果汁。妈妈果汁。是什么水果呢？妈妈果汁在玻璃。应该是葡萄吧。葡萄。所以请问喝 Mom Juice 的时候是用透明玻璃杯装吗？还是用马克杯？ Whatever。马克杯也太像酗酒的人。只要是干净的，然后在手旁边的，可以倒进去喝得下去的都可以。酒是哪一位带来的？赶快来喝。你不跟太太们一起喝吗？当然要一起喝、啊。谁要喝？一定喝。Please, please。Cheers。可是你们已经散发出狂欢的气氛。节制一点啊，节制，才刚开始。我们这集是在录酒鬼。所以请问，今天带走了，非常好了。